江南古韵，探访南浔、荡口、千灯三镇。在江浙沪地区，有着三座宛如时光隧道的古镇，它们各自承载着岁月的印记。一起来探访这三个美丽而宁静的古镇吧。一、南浔古镇，悠久历史，静谧如画，位于浙江湖州，距离杭州仅120公里，是江南文化的瑰宝。漫步古巷，感受张家的发家史，探寻古镇的韵味。二、荡口古镇，明清建筑群，历史悠久，位于江苏无锡，距离苏州仅60公里，距离上海约140公里。青石巷和咿呀的摇橹声，仿佛古画中的村庄，让人沉浸在时光的故事中。三、千灯古镇，小桥流水人家，如诗如画，位于浙江绍兴，距离杭州约100公里，距离上海约160公里。青石和长街交织成古色古香的街道，保留着水陆并行的棋盘式格局。这三座古镇是江南文化的瑰宝，也是时光的见证者。让我们一起漫步在这片江南古韵的土地上，感受岁月的温柔与历史的厚重。